鸭肉啊，这是买的，这我们的鸭子抓不到啊，要是我们的鸭子抓得到就不用买，现在我们的鸭子都成了野鸭子，都满山跑，11块钱一斤啊，吃饲料的。这母鸭呀，呱呱呱，放一点盐，然后拔毛的时候好拔一点，用开水烫一下。这只鸭子比较好拔呀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鸭子的皮肤是白色的，这是吃饲料的，跟我们自己养的鸭子吃玉米的皮肤都是黄色的。哦，弄起来。宝宝吃鸭肉吧，看着爸爸和奶奶在拔鸭毛哦，找我吃鸭肉哦。现在这只鸭子已经清理好了，也开膛破肚了，接下来就开始做了，把这个鸭腿给撇下来。这鸭腿是挺大的，这鸭脖。我们人做这个鸭肉啊，要焯水，就我从来不焯水，我感觉焯一下水把它的味道给焯没了。开始炒了，这要炒久一点，然后再把啤酒倒进去。乡亲们继续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，坚定信心，埋头苦干，久久为功，持续巩固脱贫成果，积极建设美好家园，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。现在下啤酒了，接下来就让它慢慢炖了。太热了，这个天气，我要吹一下风扇去。笑一下，小宝宝。嘿。小哥。嘟，宝宝。现在放一点生抽。再放一点盐。然后接下来让它再炖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锅了。宝宝，待会有鸭肉吃哈。接着炖，现在已经熟了，出锅了，闻起来好香啊。我先尝一块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这个味道可以啊，饭了，厨房好热，夹一点再去客厅，受不了，好热，这么重，哎呀，我要多吃点，哎，吃不到馒头，太累了。
什么？